准备好一杯珍珠，分量就看自己，等待水滚开。把准备好的珍珠倒入，放着30分钟滚着，时不时开起来搅拌，按按电脑等待时间过去。有兴趣拍照也可以联络我。把煮好的珍珠倒出来，用水清洗珍珠，准备好牛奶，什么牌子都行。把牛奶倒入锅中，开小火，镜头好像有点肮脏了，擦擦下。准备好茶叶，把茶叶放进牛奶中，浸泡着几分钟，泡着几分钟。广告时间，这是如新滋润喷雾，含 NAPCA 天然保湿因子，可在空气中吸收相当于自身重量60%的水分，补充水分，同时将水分牢牢锁住，不含香料、油脂，不增加皮肤负担。有兴趣可以联系我哟，么么哒。香喷喷的奶茶好了，准备好一个装满冰块的杯，把煮好的奶茶倒入杯中，把煮好的珍珠放入奶茶，一杯珍珠奶茶就完成了。封城在家煮珍珠奶茶吧，珍珠还可以参根磨磨叉叉，买不起珍珠的可以吃珍珠。